看上一场，上一场发挥了70%-80%的水平。看下一场，硬打硬啊！观战方这边是对面是女儿物理洞，观战女儿拿了医术，对面是花果山女麻木的一个212走了，紫禁城这边是国标。好，金刚甩血，先补野兽、那么也是觉得对战方不太可能压力大堂打。好，两边互相野，直接招蛇，招蛇是为了牵制珍宝阁的善恶。神药可以，对面野神，两边护神。你神我也神，珍宝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宝宝还是偏快啊，神奇宝宝的速度还是偏快啊。为神变狂暴，怕对面妖风啊，可以预判性的开封印。即便对吧，可以预判性的开封印，即便如果没有那个的话，没有被封的话，也不会被睡啊，不会被舞龙睡进去。观战女儿算是拿了全场一输了。无资金给了对战方防了一把金蝉护盾，但是这把无资金没有效果啊，怕对面起护盾了，给了一手无资金，想法非常不错。因为你这时候对于紫禁城来说要清对面的善恶，那么如果你这护盾打起来的话，他珍宝的宝宝质量本身就好，善恶不太好清。果子开始飞了，伤害有点高。5300，正好是一丝丝血，对吧？正好是一丝丝血，应该会跟啊，应该会跟。这个没有跟，应该跟一只嘛。如果要跟的话，应该是跟一只啊。过来跟了一只 ，OK， 应该是跟一只。高级飞行什么效果？你？不会被舞龙睡进去啊！蛇没有清掉，两个单位被封没有解啊！出了什么？舍神直接保持打212，不怕化身没抗性，直接舍对面宝宝再神，神又2-1。那果子清善恶的速度也是非常快，开飞了一把，对吧？在沙飞清了一把，没有这把没有给飞。6000，善保了，没有清掉大牛，但蛇也保住了，2-1嘛，神用记过了，2-1啊。这条蛇能保得住，封印也没有着急去开主山方这边。那女儿村的封印必须得开啊！你不开女儿村封印很被动。齐达还是有速度，神马又招出来。啊，蛇卵开大堂护盾，善恶不好清啊，清善恶会成为一个问题。直接扫蛇，没扫飞，晕死。神2-2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直接因为蛇有这个时候直接会去清那个啊，清对面大蛇啊，不太可能会去走护盾。2500还没死，珍宝这蛇真的是抗性是真的好啊，兄弟们，善爆了，加血1200。力劈，清了牛，贪心啊，二狗！你清蛇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还劈牛，你这，
憨，好吧。舍身了，直接给你撸满，你大刀很少，无效操作啊！又是一手无效操作啊！牛又是被保住一次血，2-3，嗯，这宝宝是第二次的神游了，嗯。感谢龙吟风送的锦囊支持啊，7000，啊，牛也是被干飞了。要清珍宝的蛇，现在靠宝宝是真不太好清，说实话啊。哎，这女儿算是不解封印了吗？准备啊，这女儿正准备封印，封多少时间准备啊？对战神佑2次，观战神佑3次啊。现在神佑比例是这样子的，好吧，给你们记一记。这剑会是二狗在指挥吗？还是乐哥？乐哥人都在直播间的，你这还乐哥？乐哥人都在直播间的，不要让乐哥背锅啊！该喷还得喷啊！啊，化身有种无魂了，就说，哎，是很被动啊，很被动，杀女儿了。罗汉是接是接上了，蛇不好清。其实这样样子，这样子一来回，你别看对面就是一条蛇没清掉啊，就是你别看对面好像就是一条蛇没清掉，但是其实很被动的，因为一条蛇牵制形成太多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一条蛇牵制紫禁城太多东西，你别看一条蛇没清掉，感觉啊无所谓，一条蛇没清掉，对吧？牵制很大，就是一把力劈，跟了牛没有跟蛇的一个结果。你看这几回合紫禁城一直在主打清对面的大蛇，但是蛇也没清掉，对吧？然后自己宝宝还在无限掉血，换了什么操作呢？换了对面化身一个操作。双峰观战法其实可以招蛇了啊，直接开飞，那宝宝还是飞了啊。这血量下血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，蛇卵也剩一丝血了，又是飞啊！你看这种宝宝飞得太快了啊！牛蛇先直接敲飞，但对方马上双招了啊！马上双蛇，这条蛇清不掉，马上双招了。我操！这他妈的！我操！这什么鬼？煞气绝封印啊，化身又中，活血活不上来，高速蛇卵了，但是也没什么用，缠住腿还可以，先回上一口，不能让对面再飞机，他们又推崩了。宝宝是肯定要招的，贴了一只，还有罗汉，看能不能顶得住吧。对面应该是招蛇操作啊，法系蛇卵是飞了，法系要拉人没办法，全秒了，没有给那个。1700女儿站住，对面善恶是肯定守女儿村的啊，毋庸置疑，善报，恶报死。
这女儿指挥和起不来就已经没了，哼，这女儿指挥和起不来已经没了，这种 PK 其实就是这样，一清理谁清理宠，一把当头一偷女儿，对吧？可以喷了吗，狗黑头子？有点难啊，兄弟们啊！这无限飞机血量已经 hold 不住了，其实啊，其实已经 hold 不住，你化身人心都没跌，地府直接死，抬走了啊！这他妈，这，就这！哼！没事啊，兄弟们，化身还在哈，问题不大啊。和尚还在啊，拉起女儿，来，这个宝最归宿啊，可以喝个酒，酒可以喝的啊，有速度，出神马。没有喝酒，没人心啊，这和尚。那一层人心都没有，这搞个焦耳。对面无限刷飞机，他无限来，他没飞机神通，双招成型，这种 PK 基本上已经大半只脚踏进棺材了，已经在喝孟婆汤了。我直接给你虚起啊！哎，女儿神了啊！他说：“你这被蛇咬一口也没用，还死。”法师招蛇了，我操！那批人清心怨灵啊，清蛇是清不掉的，对吧？清蛇清不掉的，一只力劈，就是一只力劈没跟引发的惨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少了一把蛇，有一只宝没跟，蛇没清掉，然后后面几回合宝宝全部跟蛇，然后蛇又没清掉，要不然呢？如果跟了，那蛇飞了。宝宝在跟牛，那其实就是双飞啊，对面幻魔双飞，他节奏就没这么好，结果幻魔零飞单飞，一个都没飞，节奏是相对来说被打压下来了。你宝宝全部无效操作，你宝宝全在跟蛇，对吧？起了一连串的反应、已经没了，这已经没了，没打，十几回合晕死了。是的，翻盘不了了，对吧？翻盘不了了，兄弟们哈，这哪还能翻盘？神佑不用气了啊，你这宝哥宝都没飞，后面这个毛前面还积极，后面还这个屁，他宝没飞，他怎么升啊？那只能紫金升了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国标打珍宝哥还是对不对？相对来说略显智能，对吧？国标打珍宝还是略显智能。